大家好，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说一说美缝。大多数业主做完美缝之后，生活一年之后都会出现这个地砖的美缝剂发黑发暗。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，根本就不是你美缝剂发黑发暗了，而是你美缝剂的缝隙里面进去了脏东西啊，不好清理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那么就是你的美缝剂做的是一个凹陷的缝隙，而不是做的平缝。什么意思？平缝呢，就是美缝剂与瓷砖能够在一个水平线上，但是你凹缝是图片这种凹陷的。到时候呢，我们拖把拖地或者扫地的时候，脏东西慢慢的积攒越来越多，时间久了就会发黑发暗，跟没做美缝没有太多区别。如果说你用的是这个啊小球压的，或者说这种啊直接压出来的，那你肯定是凹陷的缝。怎么做啊做平缝呢？今天就给大家具体来讲一讲。如果说你选择的是美缝剂做这个美缝的话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别用这个小球压了，尤其是这个小球里面有一个大球一个小球，越小的这个球缝隙越深。那么选什么呢？咱们用美纹纸啊，边上将这个地砖的缝隙啊贴完之后，然后用刮板去刮，刮出来的这个美缝是平缝，这样做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。但是提示您，美缝的工人肯定是工费要稍微高一点。第二个就是用环氧彩砂，但是环氧彩砂一定要选择这种膏状的环氧彩砂啊，施工方式是这种的，这种做出来的也是平缝啊。环氧彩砂为什么工费会高啊，以及环氧彩砂为什么啊做出的效果会好，也是因为平缝占了很大原因。现在呢也有这种啊双组分的这种环氧彩砂，其实啊它的价位呢虽然说降低了，但是它的性能以及做出的效果都是打了折扣，所以说你就没有必要选择这种。非常建议大家啊做美缝用心一点，自己可以做，工人可以做，但是平缝啊越平越好，后期打理越方便啊，厨房卫生间一样的道理。我是崔，关注装修每个细节，下次再见。